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我们先来复习法圣师父龙婆的摩诃友所教导的静坐要点，总共有四个，就是：sati、sabai、持续跟观察。sati 是觉知正念， sabai 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有轻松舒服，有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这两个就是 sati 跟 sabai 要平衡。如果สติ过多，我们可能就感到紧绷不舒服，但是如果สบาย过多的话，我们也会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当我们能够让这个สติ跟สบาย平衡之后，我们就要让它持续下去，常常做，每一天都做，每一天都练习。最后一个就是观察。当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观察看看，今天我们静坐的经验是怎么样？如果我们静坐的经验，我们感到很满意的话，我们就先观察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静坐之前先做了什么事情？有喝饮料，有洗澡，有去看风景等等，我们先观察一下。如果哪一天我们做的经验不是很理想，我们也需要观察。为什么今天静坐的感觉好像有重重紧紧的感觉，我们也观察。当我们能够找出原因，这些都会对我们静坐下一场静坐的时候有帮助。那么当我们知道四个要点是很重要，接着我们就慢慢来开始静坐。
从สบาย开始。สบาย又包含了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身体สบาย，我们先以自己感觉轻松、舒服的坐着来打坐，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不一定要100%的失败。我们只要感觉满意，感觉这样做是可以做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我们也没有担心，我现在坐的坐姿是不是标准，是不是庄严，我们都不用管。现在先以轻松失败为主，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太直的话，就会让我们感到紧绷、不舒服；但是如果太松的话，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先以轻松
sabai wei chu wo men hao o jin cha hao o yong li wo men gan jue hao xiang zhi ji zheng zai chuan zuo rou ruan de yi fo yi ban ran hao wo men lai shen hu xi liang san xia 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上半身就会稍微膨胀。气的终点是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我们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的体内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而已。然后我们再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宇宙是很广大，是无际无边的。我们坐在这里，感觉很自在，感觉很失败。现在没有什么要去担心，没有什么要去关爱了。我们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让身心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慢慢地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哪里感觉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正在枕着柔软的枕头一般。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并在这里，感觉很舒服，好像我们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扩展、扩大。
สบาย的，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静坐，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我们只要清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每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的那些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ต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途。我们今天来上第19道吉祥哦，巴利语就做阿拉提维拉提巴巴哦，阿拉提是终止的意思，维拉提是排除的意思，巴巴呢，这个就是罪恶的意思。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戒除罪恶之行，讲有关恶业的部分。我们首先先来看
什么叫做罪恶呢？通常如果是东西的话，我们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东西不好？比方说，食物煮到一段时间，我们放太久了，天气很热，让那个食物不能再吃，变酸掉。椅子用一段时间，可能有人来坐，他的体重太重了，就让椅子断掉。或者用我们吃饼干放太久没有放冰箱也会发霉，那些酸掉椅子断掉饼干发霉，这些东西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坏，对吗？坏掉了。那么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如果要形容它怎么样呢？它很毒、残酷、哀伤、浑浊等等这些负面的，我们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是用这个罪恶来形容它。这样了解哈？就是心已经坏了那个坏了我们巴利语。我们就是用巴或者翻成中文就是罪恶的意思这道吉祥呢也是介绍我们，如果你要越来越靠近清净的道路的话，你要先清洁自己的心，就像你要打扮你要先打扮，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之前，你要先怎么样呢洗澡，要先清洁身上的那些污垢，对吗？一样的，我们要先来清洁我们的心，再加比较好的东西进去之前我们有学过十二，记不记得十二？十善跟十二在第16道吉祥，十二是有哪些？有印象吗？就是五戒是前面三条戒，对吗？然后第四条戒就分成四条戒，然后有什么不贪、不嗔，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正见，有印象吗？完全忘记。在第16道吉祥曾经讲过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几个字来形容罪恶的话它就是使心的品质变坏的，这个就是罪恶。这样了解哈？好，我们来看，戒除罪恶之行，刚才有讲到两个关键，巴利语阿拉提跟维拉提，这道吉祥，阿拉提就是终止的意思。终止是什么意思呢？曾经做过的就要终止，不要再做了。维拉提呢，它是排除，没有做过的是但将它排除，永远不会去做。比方说，如果谁已经上毒品，去吸毒上毒品他想戒这个毒，它是属于阿拉底还是维拉底？阿拉底就是终止，了解哈？但是谁从来都没有碰过这个毒品的话，他也不想去碰，那个就是什么维拉底，这样了解哈？当我们做了这个恶业的时候，恶业会等着时间报应，对吗？连我们的佛陀功德圆满的要准备进入涅槃的功德波罗蜜很大，但是佛陀的最后一生也遭到了很多恶业，你们应该知道佛陀有遭到哪些恶业呢？想起来吗？佛陀遭到哪些恶业？
修苦行六年。修苦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是不是每尊佛陀都要修苦行？要。要吗？不知道。其实每尊佛陀都要修苦行。为什么要修苦行？因为他要讲中道的时候他就先排斥什么，也不要去碰两个极端，就是过乐也不行，过苦也不行。所谓的过苦就是折磨自己，就是修这个苦行，这个了解哈。不过修苦行长短的时间不一样，像某一尊佛陀他修苦行的时间是10个月，某一尊佛陀是1个月，某一尊佛陀是7天，但是我们佛陀修了6年的时间，他有造过什么恶业呢？前世的时候他必先不讲他是身为什么佛陀有一次跟阿难比丘解一个故事，他就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常常去听佛说法，起心养心，然后他就想当他朋友的善知识，他就去跟朋友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听法啊，劝人去听法难不难？不难。不只是现在啊，现在劝人去听法跟劝人去百货公司哪个比较难？去听法比较难那个时候他的朋友也没有什么信仰，他不想去啊，他就一直拒绝。那么这个善知识就一直劝他去啦去啦去啦，一直不去。有一天这个善知识就想说，今天天气很热，不然我劝他一起到河边去洗澡好了，那当洗了澡之后呢心情比较好一些，我再劝他一起去听佛说法。他就劝他的朋友我们一起去，两个就一起去洗澡。到一段时间呢，看起来好像朋友怎么样心情很好，就跟他说，诶，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听佛说法？不要。心情刚刚好就马上怎么样拒绝，不要。第二次要不要？还是不要。三次也不要。直到讲完了三次不去的话，他怎么办呢？拉朋友的头发。拉朋友的头发，一起去听法，就是一起去听法吧。如果是我们被拉头发的话，我们可能怎么样？不去了，你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但是这个朋友呢，他不是这样想，他是想说，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从来都没有拉过我的头发而且他一直讲很多次了，要一起去听佛说法，表示听佛说法这件事应该是很重要的。那么就一起去听佛说法吧，他就去听佛说法，然后就起心养心，当天求佛出家。那一生佛陀就问阿难比丘说，阿难，你觉得那一生我是身为什么？阿难比丘就说，当然佛陀是身为善知识了佛陀说不是，我是身为被拉头发的那个人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当他要去劝当善知识要去劝朋友的时候，一起去听佛说法吧佛陀他已经证得了佛法，他已经成佛了他有深奥的佛法，一起去听佛说法吧。他不只是拒绝，他还想说，这个秃头沙门从哪里来？因为证得佛法是一件极难的事，就造了这个口业。
一次而已。当这个业来报应的时候，这个是小小的业啊，最后一生报应的小小的业，但是他讲的对象不是一般人，是佛陀，所以才让他怎么样呢？很多生很多世已经受到了这个苦，最后一生已经身为佛陀了，六年的时间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因为佛陀修功德波罗蜜多久的时间呢？二十阿僧祇加上十万劫的时间，为了最后一生拿来度众生，对吗？佛陀他在世的时间是八十岁，只有八十年的时间，出家二十九岁，修苦行六年。如果他没有修那么长那么久的苦行，他还有六年的时间度众生，但是就是因为造这个口业，可怕吗？哦，这是第一个。今晚努力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